想看王星月的腹肌。哇，大卫来过来当上我的腹肌。腹肌。哎，我们展示一下您安如梦的腹肌担当。来，一二，一二，三。到了，好。你的呢？你的呢？直接把大卫的脸抽成我的脸。看一下啊。你们怎么笑到脸红？喂，你念出来吗？想看男生们全体露腹肌，全体露腹肌。我跟你说，这节目组过分了哈！来来来，有没有？来，我要走了。这得搞定整个观赏位了啊、哦！不好意思，来吧。对，那个嘛呢？你们，我们女生看你们这样。五位男士，我都没有啊，我已经没有了。我看看，不是，你先这样，先给我一个灯打在这儿，不是要往下打可以吗？我出来个轮廓灯，轮廓灯，来，接我来，我来，谁第一个，我来给你们打光，我打了好了。第一位来，第一位，激光可以了。大伟，大伟，大伟，等会让大伟最后一个露吧，让他先露，我们好难看。没事，哎呀，早死早超生真的是。来，我先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好，可以来，好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下一个我来，好，来，二一，开始。哇！哇！是我们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。我也是一坨，没关系，来，等一下，折，这两块，要这两块，要这两块。我们给他捧起来，我们一会儿不管是啥样，我们都做。可以，可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啊，来。你抱好，抱好，抱好，凹一下，凹一下，再露上一线，上一线，好嘞，起，起，起，正起，三二一，来，啊，啊，啊，老板憋死我，我不行，那我先看光，我要看光，我要看光，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走远，哇，你光打上。我一点都不怕的。我试一下啊。快搂着我一下，快。啊？哎，对，哎。我这啊，那真的有点黑哎。你把白的包中间，来。对，你得让我，你得这样，对。我一点都不怕的。幻觉就是力量，幻觉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这力量是龙。马克，马克，马克，对，往左边吗？往左边吗？
爱你孤身走万家，爱你不畏的风浪，爱你对峙黄泉王，就像梦一场。不是，这咋走啊？我都不知道了。哎，刘心凌，刘心凌，我可不能这样，公主啊！咱们可不能这样过。是张立克吗？是我，是我，你就抓我吗？对，我把他包在中间。你两个手抓我去。对对对。谁谁？这是谁啊？谁抓我？谁在抓我？刘宪宁，刘宪宁，我在。你在干嘛？你把大哥抓牢了，抓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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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现在没路可走了呀。是不是他就是这种给我们围起来的路啊？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。哎，那边亮灯了，那边亮灯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亮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在这儿。我在，我包着你呢。你不能跑，我不跑，跑不了一点，我不跑了，看到了，清点楼梯旁内薯片数量，清点完毕后，请在此写下正确数量答案，并大声念出来。就这边的这个是不是？数量，刚刚下来的楼梯。这儿，客厅，海哭的声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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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可能会有吓人的。问天问大地，哒哒哒哒，这这这，小心啊！我打开门啊。是这儿，来。谁抓我？谁抓我？谁抓我？我的手，我的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来，没事。我这个这个衣服穿上，等会儿。没事，来，现在可以撒手，我们现在很安全。我们看一看吧。应该是在里面的。要要薯片。哪里啊？我拿到薯片。一包吗？有好几个，来。啊。你能拿着薯片，你抱着薯片。等会儿，这还有这边的，来往这边来，各位旅客。哎呦，我真的。我在这。哥，不好意思，是。不好意思，关门没了。应该没了吧？是没了。清点薯片数量。打开。打开什么？打开薯片。薯片打不开。你小心点，它应该会蹦出来一个薯片。我来打，小心点啊，靠住。薯片啊。吓人的。看呀，你哎呀。我这个也得蹦，大家小心点，我这个也得蹦。薯片有多少？一片。两三四五六，这有个碎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先六个半啊。七八九十，十或者十一，好吧。十一吧，应该不会半。那十一好，走，来抓着我。大声念出来，写下正确答案，就写十一了。对不起，
这是个啥？这位。是我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这位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哎，我抱错人了。等等，谁的东西掉了？这个盒子。解密。多了个盒子。没事，我们再蹲下。清点鲨鱼数量，清点完毕后，在格子里面按数量找到打勾。鲨鱼数量。鲨鱼数量在哪儿啊？哎，有光哦，在那边，走，露露，走。没事，这里面现在老安全了。是长这样的，这里面是长这样的，这里面啊，你才看见。好，我现在闭眼了啊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？哪个鲨？肯定没事，没事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是吧？四个，走吧，来。没事。我要闭眼了，朋友们，我要闭眼了，闭眼吧。一，清点鲨鱼的数量，清点完毕后，在格子里面按数量找得到。啥意思啊？这是算术题。你现在算怎么样？等于四。怎么等于四？啊，我知道了。83减7=12。12减8=4。对，可以了。好。我们算出来了。那等一下，那是密码可能是83718，这三个数啊？三个数。没事，这是卡通人物。你自己看一下，这挺可爱的。五个鲨鱼，密码三位数密码。五个呢就是清点鲨鱼的数量，清点完毕后在格子里按照数量打勾。五个鲨鱼，三个数字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来，大神来了。请五个嘛。83减7=11，12加6=18，18加5=23，23加9=24，117。你要是117。117吗？试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对，117密码，成功了。民族都靠你和你的脑子。一个钥匙。啊，这是我们的任务钥匙，找到了一把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别的钥匙。哎，亮灯了那边。哎，亮灯了那边走。哎。
我们要进去吧。没事，我学，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嗯，对，张克，你这样，你不是环抱着他，你得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，这样。没事，来这儿，来，各位游客。啥呀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 ，NPC。关了。然后呢？哎，里面不会有东西吧？哦，看到了。抓我！走！辛苦了。走。不怕，你这里闭眼，你这里闭眼。来，我把它放最后。你在哪？我在这。等会儿啊，这个钥匙锁。哎，钥匙锁可以。钥匙不知道在哪儿。我们先出去，对，来，往前走，来，我在这儿，来。来，公主慢点，我不怕了，我已经不怕了。哎，里面的在脱离铁链了，不会跑出来吧？不会，他在换 NPC， 他要换场呢。来，走吧，各位旅客。我在呢，我帮你环着你。来，走迷宫了。迷宫正确的路线，对应了三个数字。出口，这，走完了。我们要画吧，应该画。这是几？迷宫路线的三个数字，对应了三个数字。啊，迷宫路线的三个数字，五、二、九。是，应该是。不是，你看啊。九，你这个没下来不算。我一。五。二。一。五二一。